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这个四边形哈 ，A B C D 中 ，M M 哈是 A B 的三等分点，所以这是1:1:1啊。好，那现在的话哈，他说这个 D M 哈，这个是 D M 哈跟 D N 的话哈，这个分别是三等分点哈。好，那则呢，他们说哈 A P 啊。哦，就这一段 AP 比上多少？比上的 PQ 这一段，啊，比上多少呢 ？QC 啊 ，QC 这一段是等于多少比多少？好，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们现在做那个这三个面积的比啊，这三个面积的比哦，是等于底的比哦，因为它高一样。好，那现在怎么做呢？首先哈，我们现在用那个所谓的什么呢？孟氏定理。孟氏定理哈，把这个比给找出来。哦，孟氏定理他怎么讲呢？他是说这个 dr， 哦 ，dr 哈，比上多少呢？比上这个 rv， 它乘以多少哈？乘以这个比这个，乘以这个 va， 好，这个比这个 am 哈，它再乘以多少呢？乘以 mp。MP 哈，比上 PD， 这个等于一啊。好，那因为这个是平行四边形，平行四边形两对角线互相平分，所以这个比这个是一啊，这一项是一，我这一项等于一啊，等于一啊。那这个 BA 哈比这个 AM 哈是3:1，所以啊是一乘以多少呢？3:1啊。再乘以多少？这个会等于多少呢？把它给除过去，就是 PD 啊 ，PD 除以 MP。哦，所以呢 ，PD 哈比这个 MP 哈，这个是3:1。这个3:1的话呢，代表这面积哈是吧？是3:1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同这个什么？这个是同高嘛。哦，这个顶点一样，所以高是一样的，所以它面积比是等于底的比。哦，啊，所以底的比是3:1，所以面积比啊，这是3:1。哦，那我假设是3，这是1。好，那、啊、再来的话哈，我们来看看呢，这个线段的比是多少？我们再用一次那个这个孟氏定理，哦，就这个比这个啦，就是一嘛哈，那、啊、乘以多少呢？乘以这个比这个，就是3:2，3:2了哈，那、啊、再乘以多少？乘以 QN 啊，啊比上多少呢？比上这个，QD， 这个等于一啊。那这样我就晓得说哈，这把它除过去，除过去的话是 DQ 啊，啊除上多少呢？除上这个 QN， 这个就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2/3。所以哈，这个比这个哈是等于多少呢？是等于3:2。好，这个比这个是等于3:2了。啊，所以哈这一块面积哈，比这一块面积呢就是3:2。那这一块面积我叫做3T 啊。这块面积如果叫3T 的话，那么这个面积就啊就3T 减三，3T 减三啊。那这个面积呢就是2T 嘛，哦，因为这是3:2，这是2T。那这块面积就是2T 哈 ，2T 减一啊。但是我们晓得哈，这两块面积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它底一样嘛，啊高一样，所以这两块面积一样，两块面积一样，所以我就晓得哈 ，3T 哈减三加上呢 2T 减一，我就这块面积啊，啊会等于多少？会等于3:3+1，哦3+1啊。那这样 T 我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啊这个是5T 啊。就等于多少呢？就等于，这是4嘛，啊，这也是4，4+4是8，也就 T 哈，它是等于1/5。那 T 等于1/5的话，3T 减3然后就是3哈，乘以多少呢 ？T 减1，就1/5减1就1/3了。所以多少呢？这是1/9，我写慢一点好了，就3T 哈减3嘛。就等于3T减1，
等于三乘以多少呢？五分之八减一是五分之三，所以是五分之九，也就三 t 减三哈，这一块面积是五分之九。好，那这一块面积呢是二 t 减一，好，二 t 减一的话，是等于多少呢？二乘以这个五分之八减一啊，等于五分多少呢？二八十六，十六减五了，所以是十三，哦，等于，哎不对，十六减五是十一啊，五分之十一，所以这块面积哈、哦、是五分之十一啊，哦五分之十一，好，那算出来以后啊，再来的话我们看看哈、哦，看看呢，这两个面积是一样的，这块面积我叫 A 啊，这块面积叫 B。这两块面积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平行四边形哈、哦，两对角线哈、哦，把它分割成四块的面积一样的这个三角形。好，所以我就晓得说哈，那这个可以擦掉。我就晓得说，这个 A 啊，加上多少？加上这个五分之九，它加上多少呢？加上这个三啊，它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 b， 它加多少呢？加五分之十一，啊五分之七，啊再加一啊，这就立了一个方程式了。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底是一比一嘛，那高一样，所以这块面积哈、哦、也会等于这块面积，就是啊，就是那个 a 加 b 啊，会等于多少？会等于3加1啊，三加一，那我连立以后，我就可以把 A 跟 B 算出来。好，那这样的话呢，是多少？这是 A 减 B 啊，等于多少？五分之十一减五分之九是五分之二，啊，一减三是负二，所以的话呢，是五分多少呢？二减十啊。这是负八，好，五分之负八，好，五分之负八。那 a 加 b 呢？是等于四。好，那这样 ab 我就可以算出来。哦，我给它一加，一加的话哈，这个二 a 等于多少呢？等于五分多少？二十减八，二十减八是等于十二。好，五分之十二。那所以 a 是五分之六。A 是等于五分之六 ，A 五分之六的话，那 B 应该多少 ？B 的话就是四减掉呢五分之六，五分多少呢？这个是五十二十，二十减六，四十四，五分之十四。所以 A 哈，这是五分之六，哦，这一块是五分之六。那 B 的话，这一块哈，这一块是。五分之十四，这样子。好，那这样算完了以后的话，那这一块等于多少？这一块、啊、这一块面积哈、哦，跟这整全部的面积一样。全部的面积的话呢，就是这个。那这一块等于多少？这一块就是三加上五分之九，加上 a，a 的话是五分之六，所以这样多少？这是五分之十五了。所以是三，三加三是六，所以这块面积是六。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这个 AP 啊 ，AP 比上 PQ 比上多少来 QC 算出来。哦，这个以这个当底啊，哦，这块面积比这一块面积比这块面积的话是等于这一段比这一段比这一段。那这一块面积是三，然后比上这一块面积，这块面积是五分之九，五分之九，它比上 QC 是 A 加上这一块面积 ，A 是五分之六，五分之六加多少？加六，我加六，所以这样等于多少？这可以约掉三了，三一得三，三三得九。三二得六，三二得六，所以这个啊，这是一
比上五分之三哈，再比上多少呢？二加上五分之二，所以这是五分之十二，五分之十二，所以是五比三比上十二，所以答案是五比三比上十二。